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我是陈莹，很高兴今天和曹大元老师一起为大家讲解第十五届同理杯中韩天元围棋对抗赛三番胜负的第一局，是由我们中国队的陈耀烨九段对阵韩国队的崔哲瀚九段。曹老您好。哎，你好，棋友们下午好。今天呢是这盘比赛是上午就在我国江苏的同里进行的。说起来这个同里镇啊跟我们的天元赛是特别的有缘分。是不是快二十届了，就是我们国内的天元比赛。啊，那国内天元是不是他就在同里赞助了？不是、啊、说是总共的届数还是同里？对对对，不是同里杯。啊，同里杯，我觉得总共结束是第二十四届啊，第二十五届了。啊，天元赛应该是88年开始的举办的第一届的比赛啊，就是我们国内的天元赛。那么这个天元赛呢，应该是和我们现在还在进行中的就是名人赛那个是一样的，对，并称为是我们就是中国棋坛现在历史最悠久的头衔战。那么在以往的时候呢，中国名人也搞过中日之间的，主要是搞过中日之间的，这个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比赛，叫中日名人对抗。那个时候呢，可能有些资深的棋迷朋友呢，应该也记忆犹新。那时候是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就马晓春名人和小林光一名人之间的对阵。那么后来是名人对抗是中日韩三国的。对，是从去年开始的，是吧？对，有了一个中日韩三国的叫世界名人战。这个呢，就中日韩的名人头衔者呢，都来参加这个比赛。这是由我国的湖南常德，是吧？啊，对，湖南常德赞助举办的。那么这个今年呢，已经办完了第二届。那么这个中韩之间的天元对抗呢，一直在进行之中。对，现在呢，天元还是中韩，还没有加入日本。其实当然，现在是中韩之间的对抗。其实更早一些，其实和中日名人对抗同期进行的，也有中日之间的天元对抗。哦，也有。对对对。其实陈耀烨呢，其实对这个中韩的这个对抗啊，也参加过很多届了，其实也算是比较有缘分的。曾经呢，他是在这个第13届呢是2-1战胜了江东润，第14届呢又1-2负给了朴廷桓。啊，那就是说是他就是连续第三届对，出战中韩天元对抗，其实也就是他蝉联了三届的天元。蝉联了两届吧，可能第一届他是挑战成功，对，蝉联了两届，对对对，挑战成功，对，那么我们现在先来看这个棋局吧。好，本局是陈耀烨的黑棋。星小木。像这样的一类的比赛呢，现在还是在世界比赛中，从用时上来说，还是时间最长的。是每方3个小时。对，现在好像基本上来讲都是2小时40分。我们还有2个小时的。不是，我们国内的大部分的头衔战，就是像名人战、天元赛也好，还是每方3个小时的。用时是每方3个小时的。那么，从世界比赛来看呢，我觉得现在慢慢都也减少用时了。今年的改革最大的就前不久也是在八月份进行这富士通比赛，他以往都是每方是3小时，用时每方3小时，然后应该没记错的话是就是保留10分钟读秒，就在3小时啊之前的10分钟，对对对，保留14分钟，就那还是蛮长的。对，这个比赛呢是这个用时规则到今年呢就彻底改了，改为每方2个小时，保留5分钟左右，并且一个是中间没有午休时间，上午11点开始比赛，比完为止，然后连续比5天，不是同时这样连续比5天，中间也没有休息日。这样的比赛呢，如果说挣了每方3小时的话，棋手根本就吃不消，时间太每方2小时也是太累了，也是很累的。对，不过其实时间短也挺好的，符合我们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对，这个符合节奏是一个方面，不过另外一个方面确实从棋谱的质量上来说呢会下降一些，无可避免的会下降，会有影响吗？对对，会有。
看得出来的，就是计算上经常会有漏洞。哦，对。那其实时间多一点，充一点总好了，大家总能算清。嗯，这个就是一个矛盾吧。比如说像富士通的比赛，今年他要连续五天一起比完，那就不大可能有美方三小时的这样的用时的规则。其实我觉得美方两小时都比较多了。啊，对。因为每天下五个多小时，其实也挺累的了。原来的话就是用美方三小时的话，一般的世界比赛的日程都是下一天歇一天，给一天的调整。对对对，现在并且好像基本上是世界比赛的话，它的节奏基本上是，最多在一个赛段中连下两轮比赛，然后又歇一段，再下重新下另外的下一轮。哦，那现在好像世界比赛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了。对，太多了，就是慢慢日程就显得紧的话，也确实，就赛程太密的话排不过来，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对，怪不得您那个时候记得讲富士通的时候，您就说是年轻骑手的天下，一定是比较年轻的骑手得了最终的冠军。是是，真的被您言中。对，就是好像就我们讲的是吧，讲到第一轮的时候是这个比赛，就是其实不只是比骑力当然是要比，但是好像富士通这样的赛程的话，可能说不定更重要一点还是比体力是。所以这个身体锻炼非常重要。肯定是很重要。像这样的比赛用时每方三个小时呢，其实我觉得还算目前就是在世界比赛中是最长的用时了。应时杯是除外。哦，对，应时杯它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用时的规则，但是通常用现在每方三个小时世界比赛都很少了，富士通也不是了，三星杯也是每方两个小时。对，还有我们春兰杯，我们中国主办的春兰杯还是每方三小时啊，也是三小时。这个比赛如果比体力的话，我们是不怕的，因为陈耀烨更比崔哲翰更年轻。对，是确实是，这是黑旗地挂角，白旗也挂角，白旗也挂角，黑旗先高加，白旗在右边分头。这旗，最近就是在韩国的国内比赛中，出现过几盘这样的棋。然后黑棋这个还要补吗？黑棋应该是要补。好像以前都认为这样挂一个被人家就这么吃掉，这个局部是亏损的白棋。局部亏损，但是全局的配合白的还是挺不错的，速度上白的比较快，因为这样的棋你可以看着是。黑棋有点缓，但这个当然有点缓，但是主要是白棋这两个点几乎是最好的点了，但除非是不可能出现的，放了这两个也许比这个稍微好一点点，比白棋这如果能放上这两个的话，这两个已经是相当满意了。这个已经非常有效的就是破坏了黑棋在右边成空的权利了，对，然后这两个当然是亏的。但是之前呢，黑棋的速度比较慢，就是跳在这里了。这两个就交换完了以后呢，当然亏肯定亏，但是以后白的也有利用。这地方有一个点，他点完之后啊，这个局部啊，我给棋友们介绍一下，就这里还有托，就是即便这里利用着一下之后，这边还是有便宜，是。那这个地方黑棋应该怎么应？黑棋如果外扳的话，这里不会还能活吧？对对对，它不是搬这个，大家注意，搬这个被它粘上或者唬这个，这个棋不好活。那长一个就活了吗？长一个要活，你如果粘上的话，它在里边走，这个是。这里边就活了。非常充分，对。我冲。反结火吧，我是把这个吃掉，不是活这个，对，活这个，因为它活这个的话，这地方这也有个好处，就是说这个地方它可以打到你一下，然后再挤。当然这个是可以早先交换掉，然后
个注意点，早先可能找个时机交换掉，现在交换有点可能会有点来不及，哦，有点变，对，嗯，就那这个是没问题的，你对这个肯定是能之前都那个冲之前都可以走到，就刚才那样活体白的也是挺满意的，嗯，但是这个地方呢拖的话呢，黑棋如果外扳呢，白棋有两种下法，一个是扳一下是抢先手，如果干预入后手呢，可能在这绝步以后的官子有更大的收益，就退个以后还能加进来，对对，也有断嘛，就是断的话，这个收官也是挺好的。啊，然后挡一个就打一下再加进来，对。所以这棋像是这样好，当然，因为风格的不同嘛，可能各个棋手会各有所好。基本上是两分的一个局面，但是我个人比较偏向于喜欢下这样的白棋，是。嗯，这盘棋实战的黑棋从这边逼住，也没有就是那么老实盖住，而是逼了一个。他是不是想先逼住，然后一会儿再盖住？啊，没有那么好的事情了。当然能逼住，接下来这边还是有黑棋先动手，那这黑棋太满意了。他甚至不见得是盖这个，他可以尖点这个都可以。那这个地方白棋总要走啊，白棋走了就可以脱先了，啊，但是这个你脱先的话，这个也是很大，你也是受不了的，这个双飞也特别特别大，所以实战是黑棋逼白的拆了的时候，黑棋还是在右上角硬，对，继续尖点，然后再小飞，这个小飞和跳有说法吗？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三个子不是黑棋可以进攻它吗，嗯，进攻就是看，看怎么看，就是说就你走这个的话时控上是完全没有守住，嗯，有这个点，有这个蓝逼，还有直接点上三，或者说有上面二路的清分，一般来说作为白棋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阵型，白的如果要破黑棋的失控也好，甚至有的时候破他眼位也好，嗯，一般来说都是这三招棋比较常见一点，也就失控上你跳到这儿的话会亏损比较多，走这个呢就是他可以利用，你要活脚的话不是那么容易啊，方便，对，那黑棋现在我觉得在这半盘应该是黑棋主动啊，黑棋应该是进攻的态势，不会那么早就想着防守吧，嗯，但是是不，这个跟陈耀燕的风格有关系，可能比较喜欢控， 我想棋友们可能比我还更了解就陈耀燕的棋风，是，嗯，真的可以讲是酷爱实地，以陈耀燕来说下这个绝对是无可争议的一步棋，别的棋手可能还会考虑跳这个或怎么样，因为其实是这样，你刚才说的比如说这一代黑棋的主力占优，比如想通过进攻啊或者后期更多的利益，对陈耀燕来说他的判断，我如果能够通过进攻能有效的防止你，就变这样的一个棋型能防止你点三三来破我的空，他已经很满足，或者说换句话说通过进攻能够使这个右上角这个角对实际化他就满意了，嗯，实战这个不，现在年轻棋手我觉得下这个特别多，或者说几乎都是下这个啊，都是小飞的，嗯，那现在最大除非有特别特别的理由他才跳在这，真的是这一代是黑的是强到天了，就是才可能跳这个，特别注重于进攻。那现在是不是这个右下角变成最大了？嗯，对，一般来说就布局中就是往往是双方子力在接触的时候呢，这个方位应该是就是说行棋比较重要的地方，往往是这样，极所，嗯，因为这地方你如果脱先的话可能这两个会变为损的棋，所以我现在因为棋盘上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地方，所以白的也没什么理由在别的地方去下，嗯，所以他总是回到这地方来，然后
再从这边加。按说的话，我觉得黑的也没什么特别的，要说黑棋有不满意的地方，应该说不上。那这棋我们变换一下次序的话，这样，如果这一出，先跳一个再分头，也肯定要从这边逼。要逼当然从这边逼，不过现在有可能不逼，他当然有可能是跳这个，有点可能性。就即便他逼的话，我觉得白的也谈不上，就是你分头完了就得获利了，绝对是说不上。所以现在实战先生这样，黑棋跳下来选择这个定式，对，这一段黑棋子力占优了嘛，就是这个跳，可能更严厉一些，因为对，而且这还有子，对，这个有子的区别是在于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白的压了一下之后，第二个压是后手，对，压不着了。如果通常来说，这个局部啊，假如右边不是这样的棋形，是空旷的情况下呢，其实从定式的角度来说，黑棋也有跳的，但是呢，白棋是有这样的一个下法，先刺一个，然后再压，连压两个，然后再尖住，尖住或者飞走，反正就是第二个压，这是必须是要压的，才可以把这个黑棋封在里边。不过这个呢，就是说黑棋也是可以通过弃子嘛，就是在这一带就是获利，这个也是一种定式，但是很少见有棋手这么下就被吃掉是吧，跳下来的我觉得特别少，不多见，但是也在场合，在有些场合下也会有这样的下法，但是本局呢，这跳下来，它的严厉的成分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压一个之后，第二个压个后手，对，那你上面封了就不是太好封。那除了这个定式以外，还能选择别的吗？比如说靠住这些有这些定式吗？靠是有这些定式的。以往的话，其实，在我学习的初期的话，是经常有下这样的一个定式。那黑棋长呢？这个定式指的当然是没有这个都没有的情况下啊，长，是这样。那时候老师教定式是这样教的：黑白棋下面呢是有两步棋，一步是接着这，接着这呢黑棋是要冲过来的。这能挡上吗？不能挡上，绝对不能挡。挡上被一冲就这一冲一打吃一粒就麻烦了，对，就坏了。这个不能，只能接。但是接呢？一般来说可以判断为是黑棋比较有利一些，黑棋脚太大了，因为白棋死了一个子，这个子没有，黑棋也有一个子，差不多没有，这样的话呢可能就这两手棋白棋便宜了，对，便宜，白棋便宜一点，别的棋白的多亏的，这个子黑的还有点用，这个子几乎是没有，然后你一直压思路，尤其是这个现在都很快实地吧，所以说这个图形几乎是看不见了。那么那时候老师教另外一个变化呢，就是这个局部，我把这个字先拿下来，就是有个这个先冲一下。对，先冲一下，这个怎么下呢？这个呢，黑棋是要挡住的。挡住呢，它的对，它的接。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冲是不成立的。不过黑的呢，也有另外一手棋，它可以顶着这。这棋你没办法反抗，只有接，然后再扳过，扳过，对。你如果冲刺这个的话，同样的是 K 棋的失控比较可观。不，这一个定性啊，尤其对白棋来说无可容忍的是，这个两个冲实在太熟了。对。就本来我像这样，当然是白的是可以满意，因为下部分它还有这样的靠的一个后续的狙击手段吧，这冲掉就什么都没有，这个大失手。不，这个就即便这样的这个图形，实际上在早年间也有棋手下。我是没下过这样的白棋，我下过这样的黑棋，我也下过刚才这样的黑棋。这个。对，就是这样的图形，我觉得黑的几乎，在我记忆中，我下过这样棋形的黑棋方也对，几乎也没有输过。确实是，就是说是黑棋好吧，对。所以本局的情况呢是这样，稍微有点变化，就是黑棋这里多了一个。我们来看它实战的进程。这地方当然白棋依然是不能简单的接到这，让黑棋冲过去，
这个是不能考虑，所以白的一定要先冲向这个，先冲然后挡住。不，这个还是不好，被他兼顾还是不好。这个白棋是拖了，拖这个，那这个就被人家这么冲出来了。对，是有一个冲出来，冲，不，他是这样，他又搬了一下，这个地方单冲的话，然后就退。嗯，是不是怕他走在这地方？他怕他立在这里，这个地方封不住。就是实战的区别在这样，在这里就是黑的是搬了一下，然后再冲出去。就是如果不搬的话，嗯，假如不搬是这样。我们假如黑的白的，假如白的还是接在这的话，黑的这个绝对现在不会搬，绝对可能会打吃这个。就说这个搬一下，但是不。搬一个主要是没办法，我觉得黑的就是要阻止白棋立在这，他觉得立在这里大，立在这里，你要不搬的话，他白棋会立在这里，所以这个时候黑棋还是搬了一下，然后再冲。嗯，这个难道不能考虑是吧？他有点担心，就这地方是不是担心这个断出来出来。嗯，他这样对杀怎么样？然后再嗯，挺可怕的。挡住了。不挡住怎么行？当然挡住也不一定行。不过这个搬很可观的一步棋，黑棋也是挺危险的。嗯，我要忘了。黑棋是不是能吃白棋？我走这不是，走这个袜是有个这样的一个变化，对，然后打吃，粘上，就是你看我打这个棋，打这棋不行，如果粘上你搬起来，对，点我就一挡，嗯，就不吃了，咱们吃的黑的也不见得一定好，但是黑棋是把白棋吃了，这样，我看一下，刚才这个还不见得是你吃我可以单接顶这个不挂，然后粘上，我顶进去，点，啊，点你就能吃我了，吃不着我吧？等，点你死了。啊，对，点一个死了。你看，只有搬我，打吃。嗯，好像是只有搬，我看了，嗯，可以说这个。这个黑棋要换，黑棋只能下这个，是吧？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还有，你下这个，当时你的解就没法打了。我可以打吃，这，嗯，你打吃，我可以接上。我你吃我贴，再把你贴了就行。嗯，是不是还可以走这个？哼，哦，这样的话是黑棋先手劫。嗯，不，这肯定也是白棋好，白棋先不理你也吃不了我，还是劫，就这样子杀棋肯定是白棋有利，可能就是对黑棋来说，我想他就是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个地方还有，就是他不敢单搬。他不敢单搬的理由就是怕他拐了断，否则的话他我觉得总是这黑棋来说这个不应该冲，总是应该搬的，棋形上是应该是这样，黑棋实战是冲了这个，可能也颇有无奈，因为搬这个刚才摆的这个确实是黑棋凶多劫少，拐了一段，他现在是冲出来，然后拐一长。对，这步棋是蛮意外的，就不知道怎么会被崔子翰想到的下在这里，真的很意外。通常这棋走什么？搬一个。通常对搬一个也很大，
把这块棋先做活了呗。是。他这里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担心你不走的话，是担心黑棋再加过了，可能这个是一种对局者的一种深谋远虑吧，也许可以这么讲，所以他会下在这。作为旁观者，像我这样的旁观者来说，真的我是想都不会往这种地方去想，说白的从自己守一个，他可能就想让黑棋走一个，他再搬。可能是吧。因为他搬的话，他我想应该是他不会担心黑的在这里走，这里走。对，如果走这里走的话，他这边开拆的余地，选择的余地更大，不见得拆一呢。他可能是还是怕他这里加。不，这个是不是怕，可能就另外一回事情了。有这么严厉吗？他只要当时本身下边，他可能基本上就能过这个。那就不走了怎么样，这边都不走了，在这边走，是也可以，挺轻的这个地方，双方都有点轻，反正这手棋呢稍微有点意外，确实是一定是想逼着黑棋在这边走一个，然后他在搬完之后黑棋还没有活进，对其实黑的当然也不是说不能走，打出这个都，这就另外一盘棋。我想打这个的话，白的应该会走到这，黑棋下边。这走的话，这里不好走，凶一点就再打入进去，这就另外一盘棋了。黑棋是七和长了一个。黑棋是程咬叶，就这手棋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必然。太有诱惑性了。这个地方黑棋没有危险吗？这个打出来了，然后就粘一下。他后来下的是就压了一个。这应该没有危险，这一般肯定活。这地方没有危险，跳出去了。挡上就跳出去。这三个先立，这个他肯定是活的，没问题。我在外边走。其实他当时要跳出去都跳出去了，这地方。是吧，这肯定出来没问题，所以这个棋它黑棋不怕死。白棋实战走了个这个，对，是吧，压了一个黑棋打出来。那刚才那样把黑棋如果能封进去我觉得还行，如果黑棋搬了力的话，小尖一个还是先手。他可能会跳出来，刚才说的跳出来，他不是没活可以攻他吗？不，我出头了，谁攻谁啊，你这个棋跳一个我直接就冲了双出来了。黑棋不是自己身跑啊，你这地方我还要反攻你呢。那我看着黑棋眼也没有，也挺薄的。白棋也没有，白棋你早往这里你要补一个，可能这样。然后您跳再跳。他跳就跳回去了。这黑棋不苦吗？这个苦吗？我觉得不苦。白棋这棋你以后是个负担了，还是？也没下面也没有多少木，不是白的，我觉得这个图不好，不应该下成这样的，并且这个手法很熟啊，就是拐住被他打到街上，你这个字就被碰伤了。他现在是压在这，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考虑退在这里，那就好了。对，就把黑棋封进去了，黑棋打出来。这棋呢，这个地方很响啊，白棋搬了把它盖住，如果说能看成这样的话，白的当然满意。那黑棋还有什么办法？黑的我觉得是可能也能给搬出来吧，有点直接就这样断打出来，有点危险白棋这。对，这个地方要争死，这没法补了。不，你这个是要死。你可以压我，是吧？那就气了。是啊，所以这个好像是有问题的，就是走不上。所
所以他是为了摸着这个，所以他要挣这个。这时候如果你再出头的话，他要扳了盖住，扳了盖住很严厉，就是这个局部这个一手能够走封上的话很严厉，挺厚的。嗯，那现在黑棋就算是识破了他的意图，好像也没办法反击嘛。嗯，黑棋是扳了，这是一种反击，扳一个。对，我怎么总怕这块黑棋会死呢？他是这样，当然扳完以后这个是要长的，他这个地方他有个曲线。嗯，换句话说，你如果是这一类的，如果来封住我的话，或者这样封住我，我都要靠这个出头。就是，就是你现在展示，白棋不能轻易长是吧？它是长，实在下一步白棋是长，长是这个局部最严厉的。现在的话，你看，如果你接它，就是封上去了。嗯。这个挺苦的。这局部就不活了。局部你简单的当然是不能活。如果这样的话，你是不活的。对，这扳了屁股就挡住就没活。对对对。所以黑棋还是要想想办法。白棋这个长是蛮严厉的，黑棋的招法，它是下面先跳一个。这手棋下的挺奇妙的。那也是没活呀。你看是这样，你如果走这个的话，它就要活，它可以接在这儿。那我再走呢？对。这个他应该能爬到一下，爬不爬都一样，反正他这个地方有个这个可以活。就是你现在走这个呢，他是要搬这个，活了，是吧？嗯。断跟渡过间隔，你要走这个呢，他一坐眼，他就不交换这俩了。啊，这个可以交换。不，我说黑棋的这哪不交换了？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白棋为了威胁到他的眼位呢。实战白的不是简单走这个，而是跳在这儿。跳在这儿，它上边能出头吗？嗯，上边简单的还是不能出头，因为你尖上它还是封在这儿。它有一个点，这是一步不错的一步棋。会有用吗？粘上？粘上的话，我再冲它。不，粘上它可能会挤一个吧。对，你有个夹，但是这棋你的风险在哪里呢？就是它有个搬出来，跟我这块杀吗？对呀、啊，断掉。这个我接不接？这个应该是先手，然后把你这封住，这是一种杀棋，另外一种呢，它这个也能活。反正走这个时候总是不能给他搬过去了，他一定要走这个。现在这个点。这个应该是不能点这个。对，这顶是吗？然后这有夹，然后这有冲出来。不是顶了，他就直接就是点了袜就出来了。对。对，这个不好吃，太勉强了。所以他要活也活，但是呢，这些活呢，黑的稍微有一点点委屈，就是你要补一个，他还得再补一个。白的其实这样下，我觉得也行吧，就是这个再下法，除非是这样，我还没来得及算，就是这棋的杀气是个什么的一个情况。冲，谁吃谁呀？感觉白棋气挺长的，黑棋气就不长了。嗯，再顶。嗯，白棋挺长，可能也就快气。嗯，顶上，是不是你就快气？好像这四口快，这不是四口白棋吗？白棋，嗯，我这不冲啊，不冲，这口气是你的，这当然这个是要冲掉的，我们就直接就摆上演示一下就行了。我冲了，是不是你气不够？对，白棋气不够。
哦，直接收这儿。对，当时是把这一期这个当然不能走，想着黑棋有三百万。这个黑棋可能杀气还真不见得比白棋差。黑棋的这个气还挺长的。对。如果杀气直接杀气就黑棋长的话，就白子下法根本就不能成立。他有一个点完之后有个挤了夹住啊，挤了夹住他有个搬出来。嗯，就他如果先挤再点，有个什么区别呢？他有这样的气，他可以冲。他这时候再断，这个黑子就要坏。黑棋这三个字太重了，他可以先叫吃一下。你这样把你这三个字贴了，这个受不了。那这个。所以说，这地方呢，黑棋呢又不能先挤，先挤的话，他从这个就你就不太好收拾。所以说只有单点黑棋。白棋刚才说了，如果接上的话，黑棋挤一个接上这个，可能杀气白的还不见得有力，所以说白的实战像这个冲。然后这样双方基本上就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转化。对，刚才说了，你走完这个是不行的，被他断在这，所以等于单倒。然后白棋吃。嗯，就是冲。这就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刚才这个就这样，他没办法了，这你什么地方会有变化？这个也不能走在这儿。走到这方它也是冲，如果你要挡上不，这地方是有一点点不一样。你单打这方，它是不是会跑一个了？但这个地方是这样，它有个这地方有个冲，一样的，所以。哦。你现在不接了，我要接住你，是吧？所以说，对对，他只能吃、这个、所以只能吃这个，实战就是这样。白棋吃这个的，黑棋冲这个、这样呢就是黑的。通过这个滚打包收呢，下边眼位也出来了，不过外边呢，那白棋也非常非常厚。黑棋走这个，还是黑棋就活了，活在了里面，白棋把它都封住了。对，加一个，这是必须的。这个整体的结果感觉白棋还不错的，白棋还不错，是白的比较厚吧。对，不过这个黑棋没捞到什么呀，得到了先手，觉得白棋好下，白棋可能是白的好下一些。黑棋现在跳这个、那这个不能随便硬，如果这么随便硬的话，这棋可能就是黑棋简明的好下了。对，简明优势可能是不只是好下，你可能会到优势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不能给他随便跳着。因为本来的话你如果拆三，他打入一个，他也可能打入一个，他接起来这一带也会，当然还有可能打入。你如果拆二的话呢，他甚至于是有可能这么点了，点了压住。对，所以这棋呢是白棋不能盲目的乐观，就是看着我加上这两个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现在因为白的空也是，你能点出来的空白的也是少的可怜。对，白棋就是挺厚的感觉。对，这个是一吃掉它，就让它三个六目，那七目就十来目棋，这个就五目棋，十五目棋。就是这块空黑的就已经有数目，对，那还有一个角，对，有角，这边还有几目棋啊。当然白的这个还有一个 小目跟一个就是感觉很是厚就好下。那这个棋就是作为黑棋来说，反过来说这个是不是正解也真的也不一定。小心，是不是要下，就是是不是还是拆三或拆二。因为这棋后来是这样，被他顶了一下之后，这时候我再拆的。不是，不可能，这边搬一下没可能性。搬一下我就，不可能，不能考虑，不能考虑，绝对不能。这搬一下有那么大吗？我觉得这个跳这个太大，这个小，这个是受不了的。
真的受不了。然后我在尝，这不是就把它这个厚就化解了。这黑棋的效率特别的低下，不行，就不能自己拆了，肯定说是不行的。但黑大爷的下法呢，也许可以考虑先挤，因为他后来挤没挤着再立。那对白棋呢也是一个考验，白棋现在要不要在这边硬一下？对，当然你这样不硬的话呢，这地方是有问题的，就是他有扳，对，打一下，打怎么打的？打一下你只有进回去了，不要考虑吃这个，被脚底不能被吃，这地方它有个刺。对，这被蒸死了也不行呀。对，是这个棋肯定是连扳受不了，但是白棋呢是这样，老实的飞一个，如甘愿落一个后手，还是走一个熟手。啊，打一个再在这边走。对，拆，就在这位置上。真的有这可能啊！你现在抢一个急先手，现在这个抢实用，打吃行吗？这肯定得长吧？得长。爬，我长这个跟搬这个，你好像都不行。那就是说黑棋这不成立了。暂时看的是不成立。这样的话，黑的可能也有点难办。只能打这个的话就也没什么了不起他接这个点太好。不过话就是换过来说了，实战他是这样，他单立，实战黑棋是单立了，白的也是拆在这里，现在黑的也是挤，按理说的话白的要打吃一下，还是打了粘上也能下白棋，不白棋可能觉得不打可能更好，但是你现在先挤了力呢是有一个可能性的，对手是不打只能单飞这个，不过我觉得这样可能黑的比他实战是要好一些，但这个拆还是特别大，实战的进程呢是变成是黑的单力，白棋是拆边黑棋，这个局部啊没什么好棋象，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棋形，所以说就可以能够理解黑棋为什么是实战采用了这个挤，因为你走别的像这样的走这个它要挖的，这个棋黑棋外边的断点太多了，到处都是断点。当然你如果用小尖的话呢，实际上拖吗？或者是飞，或者是挡住都可以，飞这个也行，不用拖。这个白棋，这个黑棋这块棋现在还没跟，所以这个也嫌松，所以说实战黑的是挤在这。我觉得如果白棋只能长，被黑棋活，你觉得黑的还满意是吧？但是黑棋，就白棋这个拆还是有价值，我觉得。我觉得就地做活，它这后势不就不发挥了吗？不，本来也有已经有一个跳，他已经是不发挥了，黑的有个跳的话，他可是刚才如果您打吃了一粘，这块棋不是没活吗？那换句话说，现在白的愿意这样下，现在他也有机会这样下。我觉得这样下推严厉这不是这块棋没活不就得跑吗？这个就发挥了。这个也确实也不是不能考虑这步棋。看着挺俗的，但是我觉得挺实用的。对，韩国棋手应该比较擅长这个呀。可以考虑，确实可以考虑。因为你简单的打一下，确实不太可怕。又没有眼。这边反正我就把你两个架死了，我这个手势有点俗了。我不知道他脑海里闪现过这种下法没有，可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没准他想抢个急先还有可能下，这个急他就肯定没想过。单插实战再单插他打吃。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因为双方各得其所的一个结果吧，这个正如你刚才说的，就是黑棋
也算是把白棋这个这一代的潜力吧给化解了，消了。嗯，毕竟自身它也安定了，白棋黑棋，然后白棋守个角、这个都是必然的。就是上面的差，黑棋半阶，上面这条边竟然走跑去搬粘一个，那拆是可以拆，黑棋来说其实也可以拆。对啊，跟白棋交换一个。这地方现在好像黑棋增则有利，就是这个局部啊，因为是小飞的关系，实际上。作为白棋来说，他的后续手段就是破空的手段并不算很严厉、所以通常来说呢会点靠一下点这个。那黑棋好像有团的，对，黑棋不是这样，现在政治有利他都可以团在这儿，你最后把你争掉了，对吧？这个你有没有什么引争的手段？你走别的都是后手，不理你，所以这局部不是很严厉。啊，那就更不着急去搬粘那个。可以不太着急，当然这个也是很想下的一个地方，因为走了这之后，白棋这个右边四颗子非常薄。不，现在白的也可以看清了，就是说我只要出头就行。你呢，如果说这种过来呢，反正我就出头，这种子都可以给你。甚至于你点我可能都不见得下面硬，你在上面这个都不要啊。黑棋太厚了，周围黑棋比较厚，确实比较坚实，对，这个可能是中就不见得点得到。这个当然也是，还是说是陈耀烨的风格。对，我就确实像这样的，凡是说是某一个棋手的风格，这种时候呢，就是起码可以这样，棋迷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一定不是每一个职业棋手都在这样的局面下都会做这样同样的选择，就是可能会下下别的点也有可能。不，这样的棋对陈耀烨来说都是当然的一步棋了。白棋拆、我觉得这拆边还是很广阔的大场，是，然后黑棋再去漏。这个黑这白棋也是硬的，这个对这个漏实际上、现在是不是也只有这一种选择、这个没可能性吗？这个也许崔泽汉也有一点对手的意识，就觉得是陈耀烨的关系，不愿意给他取角控，就这样，就活了算了，不，也没什么大场，还差半手。对，我就说就做活算了，也没大场。不，这其实这样活的话，应该是从局部来说，白的总是不会有什么不满，是吧？是什么时候选择从下面拦兵？是这边够宽还是？我觉得很多时候都可以选择，比如说本局局面下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不能说他实战白的这个选择就不好，实战他这个是顶了一下，这个也是常见的，也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黑棋长，然后挡住。跳的时候再加，是这个加呢，实际上它当然像这样的棋都是有失应手的意味，这时候感觉应该不容立吧。立那局部当然是可以立了，但是立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不愿意立。为什么呢？立完之后啊，就让黑棋这两个子清了，他可以不要了，就是从这边来下。不，他不可以这样下，你吃两个价值就变小了，因为这加完一下的时候，起码这个是绝弦，然后还有这样的棋，这边就有很多借用。是，就是现在来说，白棋实际上更愿意的是你把两个子要回去。好，所以他一定是选择这个。
那黑棋就要爬了。黑棋是啊，这加完之后就要爬。我是在想，是不是所以跳出来或者尖这个都是挺大的棋，即便加完之后，然后再尖，那白棋会挡。你白的挡黑的，把这改。因为黑棋实际上刚才说这一带应该是一个先手，甚至这个应该也是先手。白棋这边需要补，所以说这一带有一个先手的话，其实这个点就是不单单是我自己打入你了，就黑棋不是打入白方的阵营，而是全攻着你的这一个。所以当你走这个时候，这个我就是一种绝对的一种单纯的一种防守，我可以反扑一下，这个可能更为主动一点。不过还是回到那句话，这个陈阳燕还是喜欢这样的棋，对。这个被人吃了还挺心疼的。也许加了一下之后，他就一发一度过，这个目数很有诱惑力。不管怎么说，喜欢这个白棋的外室。我还是很喜欢。对，白黑棋太低了，二路。对对对。然后现在还要继续。二路子太多了。然后挡住。他还得继续活。还得搬，对。连搬。就接上。粘上。嗯。感觉白棋外面看着很舒服。对，确实是很舒服。黑棋呢？现在就要想着怎么去破坏、这个。肯定要消了，这个肯定是。或者攻这边是不是也行呀？攻就是假装去攻这边，然后慢慢的去蔓延到这边。这样的棋，这手棋太大了，万一人家偷线啊，或怎么样的？啊、这个你能把它全吃吗？再花一次再走一个，我再坚持，能把我全吃了。这是一个。另外，你现在点的话，实际还是这刚才这句话，我这样防守一手也可以。现在不就便宜了，这边不肯定。那这两个交换不是我下一步又可以取地？你这样不见得是你的地，你正要取的时候，你还不见得取得着，我还能出来。取着也很小啊，这个地方，你现在不能贪小利失大局啊，这中间太大。我想交换一个不走了，然后再在这边走，就是以后留着。但是他就是现在绝对不敢肯定，这其实应该下这个还是应该下这边。哦，这边过来也很有价值，所以还是我觉得还是保留为上。他实战折射掉一个。嗯，是不是只要把这块消掉的话，黑棋的空还是挺多？空还挺多的。对，虽然是这边差不多二路。差不多可以算四个角吧，差不多，起码这个已经半个角拿了，这个度过也是个角，这个拐子就是个角。对对，但是这个角都不大，嗯、尤其是这个对对对这个角都有点小。确实不是太大。以前讲嘛，四角穿心那个应该是这个棋就输不出去了，但是那种角说的时候都是大角、这句话可能就是说开始流传的时候。四角穿心当然指的是黑棋方，一般来说，对吧？对，四角穿心，然后可能从黑棋不听路的年代那时候就开始盛行这句话，可能主要说的是不听路，听路的话不听路的话，黑棋确实是占了四个角之后，中间所谓的占四个角穿心是指的是天元这位置、这个子的位置还活的话，对手确实不容易有。不容易在时空上比过你了，你没有大的空，但是自从有天幕之后啊，确实真的是不一定，就很多场合是不一定的，因为你现在这个角都特别小嘛，太小了，你还要天幕，天幕可能这么大的角还差不多，对对对，天幕还会是负担，现在是白棋要怎么攻他这个？白棋这当然这个是抓紧时间先走一个是有好处的。这个黑棋总是只有作用，他不能走这个。对，这个人家搬就先手了。不是搬先手，一打你是死的。好，就啊，就是这个他都是先手。啊、这个是先手。啊，所以没有道理的，总是要走这个。那现在来看，就是看这边白棋如何赢。
对啊，怎么攻它呢？一般攻它是不是都得先分段呀？对，你想的都是怎么攻？对，有没有想过这么守啊？没有。守的话，就觉得白棋木就不够了。很有可能不够，我觉得或者看样子就是不太够。然后跳回来，或者中间。往中间跳，这个或者这个，这两个跳一个都可以。就感觉白棋就这个。这个比较扁，这个应该是不会这样下。总是觉得周围这么多子儿，是人家挑衅，肯定要迎战。所以呢，这个棋呢，就是这个靠反击呢，可能也是一种必然，因为这个棋不能守，要分到它呢，可能最严厉的或者最一目了然的就这个靠。对，只有分段了，它才可能周围的这些才能发挥出来它的作用嘛。不然时控不就白损了？这其实有一点大概能肯定，应该是不能搬，搬的话它就断了。这个白棋来的正好。嗯，争子都有利。就是这个争子争不掉，你藏在这儿，它都不用折别的，它自己可以藏一飞，也不能打出来。对，打了之后还是不这个被打，这个被争掉了。所以不能搬，这是肯定的。那么作为黑棋来说呢，长又不长，它就虎了吧。稳健呢，是长是不太肯，确实是这样。这个长实际上也不太肯，这两个长的意思有点相像，就还真的不一定这个长一定有这个好，因为这个长了之后是这样一种大概这样一种格局，它会飞过。你拐呢，他再给你扳断，对，是这样，再进攻你一下。不过呢，这个可能是就是这个图跟我下面要摆的这个后来不长，不是长，单长这个图可能大同小异，都是可能说不定是黑棋的一个比较明智的一个选择，可能是没什么办法。我觉得从上面的话，可能更容易逃跑。这棋呢，他心情上黑呢是有点不太情愿，就是说被你靠的时候，我走这个呢是一种退缩，因为我本来我是不情愿我升落到这么啊，不想尖冲。其实如果尖冲贴两下再飞，就跟刚才一样，就是这样，对。所以他不情愿这样，那么他退这个呢，这个地方确实是，那他就拐，对，他是长一个，对，这样拐两下再跳。这个可能就说不定以后这个关子就被好被人家的把这个角给粘了。对，这个图形呢，黑的也不算很满意。不过呢，可能在有些场合啊，真的是在敌前我路路过路的情况下，可能妥协也是迫不得已。对，算了。那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几个子有没有危险？因为我看摆了几个图，虽然呢黑棋跳出来还要受攻，大概不会有危险。你如果觉得这个有危险的话，这有点危险。其实我就在想，这个就算了，这个没法赢，就他就这么围困你，靠着围没法赢啊。那我就想着就这么搬了，藏在这，对。对，他这块空就足以了，跟你全局抗衡。然后再护一个。你现在这个棋这样下，你是，除非你是就简单就能赢，否则的话，如果这样下你就输的话，这棋怎么弄？我觉得这块空你没有全局没有什么空可以跟他抗衡啊。哦，这块还是很大的。对。对，这个不行，黑的这个是太松滑，绝对的是要起码下的这一路是也是要下的，就被人家靠一个。刚才其实看见这周围白棋都挺厚的，还是有点怕。但是不是他怕他也没办法，这肯定要进入到这一路。不过你还怕这个陈耀烨实战，他的下法胆子比你大太多。对，他是没有往他往里钻。对，这个是就是他在防守中还要反击。嗯，这个是实际上他希望你打这个的话，让你两个断点，这个
当然这个白棋是不能这么下的，这样白棋就 不好吧，这可以，当然他也不会这么下，这棋必定是要打这个，那黑棋这个要长。不过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下法还是有风险吧，我沾上有点过分，沾上不太好，这地方它有个点，捞一个点来把你蒸了。这个点我必须要走这儿吗？基本上是，这个很大。如果我沾的话就长。不是，你现在这边得到多少十块不一定，这边你已经亏了好多好多，全薄了。嗯。因为这个等你让中压不厚的时候，你这个空就更不好围了。就是如果你这围成这一线的话，就是不是太大，就是这个本身它就很大，就暂时不能被冲的，实战是它是压了这个，这个棋看样子黑棋是有点苦战，有点危险。你下到这也正好是。上午就是封盘的时候，上午这个比赛应该上午9:30在当地就是同里镇进行的，下到12:00的时候呢就下成这个局面，下到这儿封盘进程还算比较快，因为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上边这一层呢可能只要黑棋爬过这个十来手棋都是下得很快，这边什么只要黑棋只要白棋一挡，那么滚包以后也是形成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那就这一压黑棋到底有什么好办法，既然他封盘了，那咱也中场休息一会儿。好的，那我们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好，欢迎回来。这个呢是上午封盘的最后一手。对。那中午是有休息的，有一小时一个小时午休的时间，对，这当然也包含吃饭，不过估计吃饭的时间很少，对，脑子完全都在这个棋里边，也吃不下什么了，对。那一个小时的这个休息之后，那应该这个局部都能算清了吧？差不多吧，这棋应该也没什么特，做黑棋来说没什么特别好的棋下。那反正这个肯定不能被蒸了，这子不能被蒸，另外这个子应该说也不能死，因为你这一代现在黑的不可能得到很大的利益，然后这个子牺牲掉，所以他只能现在是拐一个，然后看看对手怎么办。对，这子呢他还是要动车，挺危险的。这是一个对白棋来说是就白茫茫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山谷，对，一个包围圈啊，对这怎么跑，他就是借的这一带是还是有味道的，对白棋来说呢他还是不敢，就是说不敢放开手来上面来进攻，这边也可以飞呀、碰啊这些什么？对，暂时飞的话呢，它是可以突过的，就是说你搬当然它可以断，你搬这个呢，它可以加过来，暂时是没起。但是因为你这边你这两个子气现在也特别紧。对，攻的时候黑棋 也有很多先手。对，也放不开手脚，所以呢，白的呢是走这个，他呢是也希望趁机。就能把这个补了，然后这个因为这个呢这一带就白棋也加强很多，因为这个是绝对的先手，黑棋一定要立，然后就白棋就顺势就补了算了，对，这时候不能再补了。他补的话是补在下边，这个他肯定是准备补的，这个，对。其实现在来看的话，黑棋这两个子还是很难跑回家。这家太远了，在这儿了，要不然就在那儿。对，就这个两家，或者说自己就地安栽扎营，不大可能。对，在中间想做两个眼的话，挺难的。还跳这个。对，这个只是暂且也就是跑了看看嘛。不，这个呢也是一种很强硬的一个态度。
就一般来说，我们说如果说敌前我路的情况下，可能他的对步调可能会快一点，比如说这样的走一个，就时刻的准备，就是气手手气这两个字，这个是他是连根出来，这个态度很强硬。因为全一旦就是黑棋如果全部都做活的话呢，那个白棋控要不可，嗯，对。当然反过来的情况，对黑棋来说也是很糟糕的，如果做不活的话，那就对肯定输了。是这棋可能我想下到这儿的时候，我想绝大部分的爱好者看到这个都会为黑棋捏把汗，担心。对，因为看周围白棋又没有弱棋，没有可以让黑棋借上劲儿了。嗯，就是这三个子稍微有点弱，现在看着一点点弱吧，就是，但是他是因为有这个子的话，他这出头呢还是可以的。你当然走这一类的根本没问题，就最多走到这个他一个象也可以出，你这类的话可以出来。但是正好就是这个地方黑的白棋正好有一条缝可以出来，这三个子，但一旦他出来呢，可能反过来说黑的就很危险了，因为这个是在就是是白棋的阵营里边。那现在黑棋其实能不能就是这些点能点着吗？嗯，不见得肯定能点着，现在点大概还能够点着，还能点着。那然后我这种这个走不着了。我想这样如果再能下两个点，你这个太大了，这个太小了是吧，吃的。 嗯，还不见得能吃呢。怎么吃告诉我怎么吃。怎么吃？对，挡上能吃吗？搬着搬。我现在好像街上都能活是，然后就这有断。对，怎么吃呢？飞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吃。吃不了，对，就我就是，但吃掉也不好，还吃不了。退。另者先手就活。哦，还真的不好吃。对，不太好吃，不太好吃。那这边就是没有先手。对，不好随便走，但是。不知道。实战是黑的，是走到这儿。黑棋的生路。搬。想在顶，嗯，哎，这有个打吃这三个字就会很危险吗？就会很危险，但是你也不见得吃得了它。是，这棋是这样，你这边有一个打吃，我们看一下啊。对，这边该黑。当然，这棋很明显的，他是希望白棋呢长一个，让它这么长。其实就是说，是不是他希望你打在这儿，我这边。多点借用，因为走这个，甚至于走这个的话，黑棋是不是活，我是肯定没看出来。黑棋就是有两个眼，因为无论是藏在这或者走到这，你应该说按棋的流程流向来说是要藏在这，但这个一点方，好像黑棋也有点吃不消。嗯，确实没看见黑棋的眼位在哪。对，这只能对这三个字想办法，我觉得。不是我如果藏在这接在这儿的话，这三个字相对就安全很多。很复杂。因为周围我觉得一点借用都没有。我也非常的相信对决者应该也没有看清楚这地方。那看不清怎么办？凭运气。那就是赌一把嘛。要现在是这样，就这样的棋，这样就是说，陈耀烨现在也成长为我国的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位棋手嘛。他肯定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形势已经容不得他有半点退缩，只好这么出。对，如果说对有一定的百分比，有成功的一定的成功的概率吧，他就可以上。那现在谁的胜算大呢？感觉还是白棋吧。白棋有回旋的余地呗，因为白棋还不是说绝对的，就是说不能让你活。对，吃不了，有可能还能收控，但是黑棋死了肯定没可能。对对对，因为这黑棋我们可以看一下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块，大概十亩，十四亩，十五亩，二十九。嗯，这个算他接了搬接，就不算别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亩，二十九三十九四十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亩左右。就黑棋的全盘实控五十亩左右，白棋这当然应该点目了。十目下面就先点他十目吧，因为进攻的话总是点十目不算多了，这是七目，十七二十来目是可以有的。嗯，这算他度过了吧，也算他便宜了，度过肯定是这个黑棋便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五目，四十五。嗯，然后那边能算点吗？ 对也能算点，所以那如果这样他白棋还可以吗？对，是简单，如果能攻一下白的，能够收兵收的好一点的话，白的是不见得一定要吃掉黑棋。对啊，这潜力在能走。所以这反过来说的话，可能黑棋这个下法也是没办法，也是确实形势所迫，有一定风险还要上。他在像我那样退让，不是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可能输得更早一些啊，也许这个结果就是整个左下这一带的下边，嗯。半边棋盘的结果可能就白的会比较有利一点。另外黑棋的这个下法，尤其上边这个下法太简单了，太少了，这目数才四目棋，然后让人家走一个后势。不是棋，这棋白棋呢也确实是也是好好的就琢磨琢磨的，也不是说轻易的就能找到获胜之道。我觉得其实什么退哪怕你长我就压住，然后这能成一点我已经够了呀。刚才这样，刚才是我这种点实木的话有的时候是这样，那这条还是有点薄的。你现在回来的话这个街你可能不好硬了，说不定就被他过来就要死，这地方还欠着一点，我一定要通过进攻，我把这一带走得很厚，比如说我通过进攻我这一带有个子了，那我就很安心，是吧。那这一棋是这样，对黑棋来说，现在实际上即便是每花三小时的用时啊，也算不清这儿了。对，不是时间也会显得比较紧张了。开始不是说进程都挺快的吗？比如说这边相对快吧，但是后面说不定会稍微慢一点了。这种靠啊什么打死压了以后会想一想，就是说再怎么样时间总是不是很够。上午下了特别特别两个半小时，对。所以说这棋呢是这样，有的时候往往是也是一种经验，就是崔德汉实战下的这个，他是觉得我走这个之后，我只要看清楚你有这个打吃，即便有这个打吃，我这个三个字也是有生路的，这样呢他可能安全系数更高一些，或者说更容易获胜。 对因为这边那个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因为这个他也是挺困惑，首先他长一点接一个好，想半天也是想不清楚的事，索性这样呢就打一个。这个就是他这个有两个选择，有的时候他反而就不知道怎么下，索性就下在这儿。这个他因为也没有看出来这个就黑棋就不行有什么，黑棋这个碰这是一步好棋，碰到这儿，这是一步好棋，因为下一步的话一个它有直接冲出来，一个它可以有上扳，因为刚才说了直接的话白棋可以跳出来。对，你即便有个打吃，即便我们可以看你有个打吃，你它就全部冲出来了，就是走这个它也是出来的，根本就不行。所以这个你现在吃不吃直接用最直接的招法吃不住白棋这三个字，所以他现在用这样靠，并且好在还这个还可以先暂时不下，但是下的关系也不大，就是说靠的话你要走他就跟你走，他的调子就有了。这个靠是一步好棋。白棋如果这么冷静的走一个的话，这个不行了，冷静走一个肯定是不行了，这个还容不得他这么冷静。对，这三个字就被死了，这个靠高一下你这个跳没有了，所以也不能太冷静这一靠。对，
不，这一块其实已经是局面很浑浊了。作为白棋来说，这棋已经没看见这边有什么路可以连回这三个字。很危险，这个双方都很看不清，非常复杂的一个变化。断断断，退，大概都是必然的。但是其实现在来说的话还看不清，就是还没有看着，就是黑棋行粘上，对，白棋再从这边挖挖一个，对，看着好晕呢。他是这样，他是因为他现在你挡，你直接挡挡挡不住，如果挡的话他可以就是叫吃，你接上一走，他这个叫吃，这地方有叫吃，这地方有，是直接杀气吗？现在我就直接补一个，什么这个也不叫吃了，直接补一个，直接补杀气，杀不过他吧，杀不过白棋。嗯，这样的话不是，他有一个什么，他可以先从这个弃子，你就从这个，从这个，嗯，他再吃这个，他如果厉害一点可以走这个，然后白棋大概这个白棋挺危险，这个挖没有挖着，他本来的话可以直接就把它挖着，就直接吃。嗯，他挖着总是好的，对下面的对杀总是有利的。有利的，嗯，对，他要挖一下就想挡住这个，所以他现在挖是不是黑棋有弃子？黑棋这个挖应该感觉上像一步好棋，是。好，黑棋可能就想着这样吃了冲过来。嗯，对，但他可以挡住他，这白的只要把这两个子吃了，他空应该是，对，这边还是长了很多。这边他还能跟他战斗的是吗？也是吃这个，可能黑棋就是想收一下气，不对，让白棋，这些白的先接，实际上他接好像有问题，那有没有可以考虑就稳妥一点把这个吃了，棋把这提了，不是，你看这个杀气好像还是黑棋还是杀不过白棋四七跳这边了，像这边我是要挖，好像我走这个的话气好像不要不够，这样你气够吗？这样我也行，跳了出去，挖这个就不够，这猴也不行吧，猴我也不行，我直接走着这个帮助你，还是长不出气，只有四气，这武器，这样这个有点复杂，但是我看的好像白棋能把黑棋吃了，快气，如果再能把黑棋吃了的话，那黑棋就把这个气紧住完之后再下这个，没有下不来，不好下来，这样白棋这个空应该还是可以的，气如果能够把这三个还是吃掉，就这个对这边冷静一点补掉，这边至少得长了20多目，嗯。这个接上，他实战是接上，嗯，然后他提，这个就有点问题，这就要收气了，然后这回一冲，这下边就有的下来了，对，哦，对，这两个子现在已经不是棋筋了，只要把这个吃掉，保证下边安全就好，对，这个子接上
可能白的有所误算。嗯，接下来被他提了之后啊，他现在这个地方他扛不住啊。他走这不是白棋就死了吗？他不走这，他现在不好下了，已经有点，这两个不应该接回来。对，这两个不是棋筋。因为现在你如果还走别的话，他这边他一冲你不好办。那这吃一下，这也防不住这个冲 啊。对呀、啊，所以他现在提下这个的话，是你走这个已经来不及了，你这样棋不够，对，差一气已经棋不够了。所以这个白棋这地方是明显失误。就这个接，就粘了两个，粘了两个，粘了四个棋，他应该把这个吃了。这三个子就藏不出来气。嗯，如果藏不出来气的话，我想应该是形势还是白棋有利。我现在看是藏不出气，没藏出气。刺。哦，这个不大可能藏出气。这个不大可能。四招再跳。不，没有可能性。就是这手棋肯定是有误算，有问题。这个他实在变成这样，这个结果。哦，这个时候他不敢去吃这个了，他走这个，那这棋就被黑棋反过来都给吃。哎，不是，黑棋还得走。哎，黑棋要走吗？黑棋不要走啊，这边已经不要走，那一走就行。他要不走这个，他不行啊。他如果走这个的话，他冲。对，就下面就被要。这个大，这个也已经很大了。那还是这个打。并且他还可以这个打掉一下。就他早先他没打掉吗？这些一直没打掉。对。嗯，没打吃就粘上，那冲过来，你要再吃，这下边不是吃不了黑白棋吗？吃不了吗？如果活这个，他如果这个是先什么？这个我走这个，你大概都会有问题。接一个呢，白棋补这边吧，黑棋再把这个粘，把这粘上。这样我能吃你吗？我不能吃吗？管它可以加。嗯，对，能出去。这个不是这样的吧？那他就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他打是这个，他也可以走这个。嗯，那白的也是应该，是不是应该先把这吃了再说？对，就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白棋这个不补，还是把它先吃住。对，这个目数比较现实。然后这地方他直接冲出来，我还是要这两个。嗯，这个可能还是跟这样还是可以争一争胜负。这不就是被搜刮了一下？搜刮的是，但是你走这个的话应该还算好吧。搜刮是要被搜刮，是比较惨。这个、但总比这个死了。这个白的显然不如刚才直接吃掉两个，两个是吃掉，这个也是死的。现在这个都被他跑回来了，这个你也只不过吃掉这几个，黑的以后不吃了也都是显形势。嗯，但是他这个是明显是吃亏的，实际上是黑白的棋补在这儿，黑棋就跳。对，套一下。这个应该是不成比例的一种转化，或者说根本就是被吃了。对，不能称之为是一种转换。对啊，白棋攻着黑棋，然后白棋被吃掉，那、啊、这还用锦旗吗？
它有一个丹顶，你不走到它丹顶，一个你换。哦，它藏了四口气，你这一般对醒不入气了，补一个，再走你的后手。但这个棋黑棋便宜太多了，刚才从这个消开始，现在把这个白的空已经是压缩到一定的范围，自己已经是长了多少目啊？长了20来目黑棋，白的就这里成了点空，这里本来白的就有潜力，你这个结果黑棋大便宜。全部胜利大逃亡还开了十几目，对对对、嗯，这里有点损失，但是总的来说，黑棋获利太大了。这样应该是黑棋对，应该胜负也没什么悬念了。应该说，最初就这个地方，白棋是出现了重大的失误，黑棋的优势很明显，应该说。白棋还在拼搏，白棋拼搏肯定是要拼搏的。白棋是走这个，这个也是比较勉强的一种拼搏，因为自身这个很薄，他也要又要围中控，又要把这处理好。对，再不围点控的话，肯定不够了，这个都被吃了。拨一个，然后顶一个。当时如果藏这个，可能这个拖了顶的下法就没有。不过当时他是不是也是很想跳？但是那藏这个他可能有点不甘心，也许是正解，也有这个可能。因为这个拖了顶，他还是挺难受的。就粘上，他说不定还更。然后我更加那个来藏你一个，对。那他这块儿越来越危险。放在这儿，危险是不危险啊？那这个白棋就便宜了吗？便宜了，真便宜的。他拖了顶便宜，主要是本来走不成这样。这个如果你单藏他顶，你这个地方顶走不成这样，这个顶他肯定立，他不会接在这儿。拖，这时候顶的时候，黑棋还不肯补，黑棋虎，都优势了，这个有优势了，当然这个可能更容易保持优势吧，这个有点退缩了，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这个地方是不是想打进去了？对，就让他打吧，那就提了，粘上，当然因为这地方白的是要补的，这地方有个断。那就再补一个小结，他也不是老实补上在这儿，还要弄个结。当然不可能像这样的棋，跟这样要加进去，再大的优势也不肯补一个吗？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可以那个。这棋当然白棋是在拼命，从他的下法上是可以看得出来是在拼命扳住。这白棋这块不会有什么危险吧？现在你敢这么吃吗？你敢这么下吗？你也不太敢。白棋一会儿真的打这个劫了。对，是要打这劫。他劫才有啊，还可以打吃一下，这扳了一扑，是吧？你本身不是也是杀气吗？你现在你是说全部硬它是吧？对，实际上是这个街上是不是也能杀一杀？如果说你把这口气给撞紧的话，黑棋气还蛮长。对，黑棋不会去补了一个吧？黑棋没有这么下，黑棋实战下的很简明了，很厚实，把这个吃掉，把这个吃掉，搬，想逼迫黑棋补回去，黑棋
小街，白棋虎一个，然后再继续，哎，我去补了算了。又补了吗？没补。没补，他是虎在这儿。啊，哦，虎在这儿。这个劫又是有胜负了。哎，那就补了算了，都走在这儿了，不沾上得了。那个沾上得了。一会儿这还能跳呢，不是？那这个棋，这个跳也是挺大的。我在这边跳一跳，盖住，没多少目，没多少目也是目啊。但是我们来看他实战的结果，当然他那会儿人家真跟他打劫会下成什么样，他就是跟他开劫。这个确实把白棋逼得没办法了，怎么就没法围了这块空？好，这个，对，这是。哇，劫打的好多啊！这可以找一个损劫，但是以后有两个打吃。白棋哪里有劫找？粘那个。啊？是吗？还没有。找劫财，哪个不太损呢？脚上有没有啊？我在想，就是这脚上我随便点一个，这是劫吗？不是劫，不用。不是劫。对，这个就要吓唬人了。肯定不是，是吧？白棋哪里找劫？这个子要没被吃的话，这个肯定是劫。嗯。那白棋哪还能找着劫呢？棋盘上什么？白棋就是这个。这个黑的也不能给他吃，对，已经大了。不是，打吃。这个劫看样子黑的应该不怕，否则的话黑棋不会尖进去。这回是不是又没劫了呀？对，白棋找什么？扑了一个。啊，这个扑了一个，切掉，白棋踢过来，黑棋现在有哪里劫可以找？黑的也找不到劫了。黑棋我打吃是劫吧？打吃这个，打吃这个，打吃这个是劫，像劫财的样子是吗？他不理了。他不理了。他再理他没劫了，全盘一个劫都没有了。只有这个是劫，别人都不行。这劫太损了。对，这劫太损。他先提了，这就是一个转换。他还要把它打回去。对，再吃。他被打回去了吗？看一下。是不是？他是提这个是吧？对对对，是提这个。嗯。长。这地方黑白棋到底能围多少目啊？他把这个也先连回来了。对啊，那一会儿劫财不更多了吗？这边劫。嗯，这边他肯定是还是需要补的，他是这个。吃，叫吃街上。对，这地方得补一个。最后是这样，就白棋冲，黑棋冲回来，白棋接上，黑棋接上，然后补一个。然后白棋是补一个，这地方肯定是要补，不补，随便了，根本就不会活了。嗯，那中央这是怎么回事？哇，这吃看着眼花缭乱，他是接到这儿、啊这个地方这不行，这个时候棋能成立吗？人家吃是先手。嗯，对对，他吃了，然后实战就这样，再虎一个，再接上，接上。嗯，这不太行啊。他就是这个，
教师这个实战我就粘上了，如果就粘上呢，它应该是只有粘上吧，如果不粘上密密麻麻的看好像是没有，底下没有粘，对啊，190号、啊、它只在这儿，哇，这后面还很复杂呢，啊！所以刚才我说就粘上这个算了，让他跳我再跳。就是，这粘上是又是怎么回事啊？可能，现在他集结了吗？看一下，他走这个，应该是提结了，提结了。他走这个的话，他是担心。他是出去，这个出去厉害。你如果随便跳一个，他一收气你不够。一二三四口气啊，只有四口气。哦，只有四口气。这个这一间他是不能，他尖在这儿，这个厉害，所以打在这里。哦，他要走到这儿，让他提尖。他提了吗？提了。我有点看不清了，白的找哪的尖？白棋等于粘上了。啊，白是粘上。嗯。是不是尝不着气了？那他就这么吃。他尝。是不是又要提劫了？这个地方对他应该要提劫吧，应该是提这个劫，对，那就提这个劫没错。他这地方局部来说，黑棋有这样的一手棋，你如果一退，他就一场、啊、你气不够了。你如果走这一拐，整个打劫、嗯；你走这锦旗，他一拐又长一气，所以这地方是先手。通常来说，白的要走这个的。他现在有劫，当然是先提一个，没什么坏处，他提了。他哦，196他提了、哦、黑棋是啊、哦、是走这个就给你了、啊、就给了，这个是小了，这个不能不给吧，不给他这里他有吃，又提劫又走这个，你又不够，太不够、哦、这个棋后面很精彩啊，还是对，还有提回来吗？没有想那么简单，看一下这个棋谱也很复杂，他啊他就这么收了，他看清了啊、哦、那就收气呗，嗯，提掉了，对，这也没什么可挡的了，这一挡还是挺大，那这边不是，这边是一个打劫呗，怎么走，他可以拐，这边他可以拐，就是了，对，我说白棋你如果走这个他提劫，白棋白的就走在这儿，白的走在这儿，然后因为这个是先手，他才放在这儿，那黑棋从上面出来继续跳，这个总的结果怎么样，黑棋大家走了一通，把这个跑出来了，也没亏，然后把这个吃掉，这个、了，对，好像黑棋，然后这里有扳过，嗯，对，这黑的总的来说，黑棋虽然刚才我们看转，对对对，下的稍微有点绕，复杂，对，嗯。无论是这棋盘上还是这个，对对对，棋谱都挺复杂的。白棋现在是哪个大呢？搬这个，对，这个最大。搭配一个。嗯。啊，这黑棋应该正常收官应该是赢了。这地方，这打八也挺大，打八是不是还有先手味道？打八这个，嗯，确实大。那就跟着走，打吃啊，这个他先打吃这个，走这个粘上，嗯，没马上粘，对，哪里走的对先手啊，这个
这那肯定得也有，我就再冲去线索就冲掉了，接上。没接上吧？啊，接上了。接上。哎，不对不对不对，这个是对不对？这个没有走。没有走，没有走这个，没有走这个。哎。这还有一个事情。他走到哪去了？他走到中央去，他拐这个。哦，拐这个。锦旗。他要提结。哦，锦旗。吃这个，他贴这个，这个这个就变小了，这个地方。官职好像还是陈耀业便宜，我觉得收的。他现在交出这个，提这个。黑棋走哪去了？白棋粘上，黑棋走哪了？还没走了吧？对吧？刚才不是白棋粘上吗？该黑棋了。黑棋走哪个了？该黑棋，黑棋是提劫吧？行了吗？提劫，我看一下，好像没有提。哎，等于九十九，等于九十九啊！对，提了。提这个。白棋还要提回来了吗？看一下下边的打劫真的是非常的多，218，似乎没有218。那就白棋就只有这啊，虎一个，然后哪儿大了呢？还有哪儿？这个他之前没有拐着啊，这个当时拐不着了，这是没办法。他小尖一个，这个是通常的一个收官的方法。然后再搬，再提。他接上。粘上。都不知道哪大了，都是小了。这个。这是不是还有先手位啊？这个跟街上也无疑，没有先手位。不是我说提完之后黑棋是他把这个你收了，你收三目已经最大了，就这个是本来是黑棋的先手，一二三目棋。冲一下，然后这个也没有粘，这个还不粘，是有什么地方可以不粘？哪儿还有大的？就是我以为这个多大能不粘。对啊，他就算他后手他靠这个他可以活是吧？他你要走这个他就叫吃下这个。他就靠着这个提劫了是吧？中央提劫了，对，中央提劫。黑棋挡一个，那提了，冲过去接不归嘛？对，那打这个劫了，231，对，提这个了。啊，打吃，现在打吃一下。他就提通了，再跟打这个劫，又提劫了。这个劫打得我们真晕啊！是提这个劫、啊，我看一下是吗？是提，好，是提这个。在我们在大棋盘上摆这个棋谱，真是。对啊，不管是棋谱密密麻麻，可以看一下，不光棋谱密麻，然后下面的打劫记录也很多。对。36，那现在这个局势呢？应该是有那么细吗？应该是不是很细？我想，
感觉上白黑棋肯定是赢了。对，就感觉这边好像白棋打了这么一串劫啊，没有得到什么收获。没看他便宜，嗯。现在这是237，该能走吗？撑一下，搬这个，然后黑棋补回去。哎，这个很老实啊。再继续提这个劫。241。这个搬劫，这个刚才是甭手，黑棋没办法。黑棋扳接，没接，提劫了吧？没接，还能提劫。把黑棋把白棋给憋回去啊！哦、黑棋对，黑棋这打赢了这个劫，再给黑棋摆一手，是不是就可以数数目了？对，应该是劫材它是不够，就是说如果不打回去的话，黑的要进去了。黑棋、啊、这地方劫材很多，这块棋肯定是没接的时候还对对也还有劫材。这边还有。你看，直接走回去，然后黑棋粘一个，47，他中间走哪儿呢？这个挺舒服的，劫材比较多，你应该这一步不会生。对，团住。那个爬不大。爬了吗？没爬，爬三目不到，两目强一点。这个肯定也小。这要不要走一个？走一个。人家打了再一胡，是不是也有点目？这一个他会粘上吗？粘上也蛮大的，249，好像没有粘。判断一下形势吧，判断一下形势，再找找。哎，这个手续实在太多了。这期我们来看一下目吧。这个10、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3、23、24、23、24、28、39、40、41、42、52、35、45、56、75、85、96、61、62、63、64、66、66、67、78、69、70目，七十，对，白棋这地方是，应该12、13、14、15、16、17、18、19、10、11、12、13、14、15、16、17、18、1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54、55，跟白的先提一个，56、57，七十呢？啊，我棋旁边13，13目左右，12、13目，这棋可能胜负是应该是没有了。对，没有什么悬念，而且好像也没有。官司也很小，没看见，我看如果他放一个街上也就行了。对，没看见，我找了一圈，刚才您点不到，也没找到，没找着黑子在哪里。对，我看见白棋是提了，接下来是白的是提了，对，接下来白棋是提了，所以我也没找着黑棋走哪儿。黑棋走哪儿？黑子有可能是走这个吧，有点。我看了一下下边的粘结的这个，好像没有。等142在哪？是有。249是吧？就粘在这。哦。啊，确实这是个胜利宣言啊，那就70，对，差不多这个棋。那我觉得这个中韩天元对抗赛好像每年都是在同里下的，不是每年，隔年会在同里下啊，就是也是中国一年，对对对，中国一届，韩国主办一届。哦，对，在我印象中好像都是在同里下的。同里他会下几个比赛，可能是就最后的挑战赛会在同里下。
就是国内比赛的就是头衔的挑战赛，最后会在同里下。那这个的这个天幕还是在中国，就是用应该是用中国规则，在韩国就用韩国规则。黑棋应该是贴3/4，对对，这盘棋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对，最后因为黑棋差不多是排名12目是吧？刚才是也12目13目，反正是这样。13目。十。对。12目所穿的子也是也是一样的。对，七目半，然后2/3/3 2/3/3呢，就是实际上黑的，如果说是排名12目的话，黑棋也是胜2/3/3。嗯。白黑棋13目的话，也是胜2/3/3，所以最后这盘棋结果是黑棋胜2/3/3。对，那陈耀烨呢，获得了首局的胜利。明天是休息，然后呢是后天再战。对，如果有第三盘的话，就是大后天马上就对，就连续下。对，但我们当然希望没有大后天。不，如果有第三盘，保证陈耀烨能赢，那是也是很不错。对，嗯，这盘棋好像我觉得看起来陈耀烨状态还不错，反正拼的都挺猛的。状态是很不错，但上来我觉得应该从流向来看，应该白的比较主动一些，就是这在局部的绞杀中间，白棋是有误算。嗯，这地方黑棋的获利特别大，不是一般的大。我觉得这个局部下完之后就已经锁定胜势。那应该是这个是意外的一个结果，并不是说是在不止。对，不是预料之中的。我们旁观者看得很意外，当然我想肯定也不是不在崔泽汉的预料之中。嗯，是这样。这个、我想陈耀烨肯定也是觉得这个意外的收获。对。是，反正这盘棋来说，可能双方各下了半盘好棋吧。前半盘应该说崔泽汉、下得不错。陈耀烨笑到了最后。是，好，那今天这盘棋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